你好，下午的快要五点啊，2020年啊，12月26号，星期六，周休二日，来观察一下，现在台北观察一下台北西门町啊，假日的西门町人潮汹涌，你没看到，人潮一波接一波的，非常非常多的人潮来这边逛街啊。那么社长听完了100块的歌啊，那现在正准备打道回府，花了100块没有压力啊，任何人要给我讨红包有一毛都没有，没有赚到钱我还给红包，我像傻瓜神经病呐、啊！你看看这现在社会经济的，社会经济不景气，每个人只是 Wendy shop 有没有买东西，不要做傻瓜嘛，吃饭钱都没有了你还买什么东西呀、啊、这种社会什么都可以做。就是不要做傻瓜。这条应该叫武昌街才对。前面是电影院。社长准备带个便当回去吃。吃素菜对身体好。今天吃什么呢？吃一碗面线，吃个橘子，就是这样子。打包这菜也送给别人了，下次也不要打包的，要花这个钱像傻瓜一样，像傻瓜一样跟别人买600块餐券，那这一次就叫徐桂林请客，我也没钱给，没钱给了，不给了，到下个月初才有钱付，这个月没一毛钱都没有。一个月的零用钱也就这样花完了，这个红包厂是害死人的，怪不得昨天刘教授那边发飙啊，黑店啊，不只是黑店，坑人的店。但是呢，愿者上钩嘛，一般人来要很有钱才来得起，你赚薪水的就不要来了。决定买两包热奶茶加珍珠热奶茶，跑到 Coco 的店去买。既然请外劳是要吃最好的，每个人都穿着的保护自己很周到，因为我这个大傻瓜也不会花点钱买点衣服。这个礼拜红包厂的6楼孝敬了10000多块，现在心痛，心痛又怎么样呢？钱都花完了，那就没办法再花了嘛，有钱再花，没钱就不要花了嘛，很现实的原因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我做人处事不欠人家的，有钱再给，没钱就不要给了，有什么用？没用，没有人回馈的。准备去买2杯。热的珍珠奶茶，有点感冒了。社会就是这样，很可怜。你没有钱，谁同情你啊？
不要傻傻呆呆的过一生了。好啦， Coco 的店到了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五三友今天也公开了绝账，在今天哦，1020，不要搞忘记了。社长不是要为了赚你的钱呐、啊，平常心也不要凹了，社长交代得很清楚，不必须要再凹。你要赔钱，我也没办法赔给你，我也没钱了、啊。有钱帮忙你一点。买个两杯 ，Coco， 到了 Coco。